记载在旧约创世纪一章，旧约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。创世纪一章26，神说：“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”27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另一处圣经在诗篇89篇13到18节，诗篇八十九篇十三，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，公义和公平是你的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耶和华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，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，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。圣经念到这边，愿神祝福。